伊要娶，还用要问别人？你是因为你要找偏路行，你唔知影是，就是因为你的母亲生，才会让王彦生今仔日有法度做遐尔济恶毒的代志出来。你唔肯脚踏实地，该怕。一句你应一句，你敢有对婚姻不忠？敢需要我请你妈来问你？有。你敢有和外口的查某在你的办公室出出入入，和伊凊彩对我无礼貌？有，爱我点点，啊！若无就要甲我母仔跳开。有，我乖伫咧精神病院，对我使用暴力。那不是因为你小过头，我嘛无可能让你做诶。你敢有对不起牙膏？无，你讲白菜，我爱你讲出十件你做唔对的代志，深深忏悔。啊！若无我就报警甲你抓起来。好，有。我唔对，我唔对，就是我既然无爱你，我就无应该娶你。你该死！既然咱无红无感情，我就应该看清楚事实，两早跟你离婚，无需要顾着别人来甲讲啊！来答我你，你连离婚都唔敢讲，看你活无路用。阿妈讲叫我都爱珍惜你，是我无听阿妈话，我辜负着阿妈对我的信任。我替阿妈教死你，我不好。娘，你唔那不好，阿哥托你妈甲你做伙做呀。我做了上大上大的错哦，我对你，我根本就无一个良心，我一个我歹，我凶，怎会让你有这个机会？打你我的头壳顶！我一个查某付出宝贵的青春，想办法甲太太、妈妈、孙媳妇，还佫大嫂，伫咧这个家，甲家世甲本分做好。你不但无珍惜我付出的辛苦，还佫甲其他外口的查某糟蹋我的心意，反背我的感情，我唔知分寸。你一个渣男，我当初是要做来嫁乎你啦，还佫遐尼弄巧唔得甲你离婚，我恨你，我佫要回过去